主席，我们请院长。官员，您早。院长早。谢谢。院长，台湾上一次人口普查是什么时候？台湾上一次怎么样？人口普查很重大的事件哦，这很重要哎。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因为真正完整的人口普查，过去我知道是十年做一次。对啊，上一次是哪一年？就倒推十年左右哈。我不知道哪一年。倒推啊。是因为十年做一次是正常的。你不知道哪一年嘛？对对对。好严重哦。是。啊，弄得度孤哦。我不是每一样都知道啊，你居然问这个问题。对，因为今年我是知道十年做一次嘛。对嘛，因为今年要查哎。今年就要吗？对呀、啊，哎，你这样搁在懵了啊！我要做预定哦。是。今年要查，所以上一次普查是十年前。本席在这里要做一个紧急质询。是。两千年人口普查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的表格，有关于原住民族有九个族，都列出来让大家填，你是属于哪一族的人口？这你支持吧，很重要、哦、对不对？原住民族是原住民族，现在恐怕不止九个族了。现在几族、啊、对对，几族啊？应该是十四个已经登记的，十四个族嘛。哈，是。那你要让他们都灭族哎、欸、你的团队让他们都灭族了，这很严重。 都灭族了。对，在人口普查当中都消失了、哦、十年前原住民每一个族群都列入人口普查当中被记录。我们可以为了保护少数的民族，我们在人口普查当中，我们每十年监测一下他人口的变化，我们透过人口普查知道少数民族所面临的困境，原住民族他所面临的困境，一定要借由人口普查的长期的监测，你才能够有适当的政策来扶助他们，对不对？啊，你才上台，人口普查你也不知道，你让十四个族在人口普查当中消失，你也不知道，你怎么当院长？啊，马英九第一个瓜拢在度孤，阿林第一行进马拢在度孤。官员啊，我不是未卜先知啊。哎，这不是未卜先知。然后你怎么这行政工作已经进行了？你知不知道？当然了、啊，因为会消失、啊。您如果问我，你知不知道莫拉克台风？莫拉克台风来了一次，地震再来一次，我们原住民族每一族，这些原住民族多少族群，它的变化，它的人口变化，你不掌握？容许我讲两句。啊、如果今天是内政咨询哈，我们内政部长在场，五秒钟就能回答你了。啊，你就今天是教育问，你是要搞公卫问题啊？你就要杀嘞，阿哥打太极拳，阿杀口保定。我不必打太极拳，我也不必推给谁呀、啊？院长，你要抓大放小，对不对？这是大事，人口普查是大事。那我请教院长，你表态一下，在人口普查当中，原住民族列不列入每一族群作为普查的项目，是不是大事？这算不算大事？但是你又说这样会让原住民灭族，所以啊，要就一个普查就会灭族吗？啊，因为你普查上面原住民族全部拿掉了，你看看，你新的普查里面原住民族全部被拿掉了耶，你都不知道哎。那当然是让他在人口普查当中消失啦，会灭族你都不知道啊，他灭族了你都不知道，因为普查的结果你才会知道他会不会灭族。那普查的结果十年的人口变化，你还要变吗？你做错了事，你的三十个三地乡、三十个原住民乡都还存在，原住民的立委都存在，怎么会灭族呢？来，院长承诺一下，要不要放回来？要换回来是吧？放回来普人口普查的表格，我愿意考量，好不好？只愿意考量，因为哈，原住民族这么不值钱，不是？只愿意考量这种事情，在第一时间听到，就要叫孙大川好好干，不要在那里睡觉。我征询原住民的意见，说不能够出现这种错误。你知不知道四月的时候已经做了三次试验普查？四月现在还不到四月啊，到四月以前要做完三次。你们提早做完，已经完成了三次试验普查。我这样回答，你们的三次试验普查原住民我这样回答啊，我征询原住民朋友的意见。当然要，他们倾向过去十年的，那我们会列啊，我们会列啊。本席本来是认为说，以院长您的人文素养，你学历史的嘛，但是人文素养要很好。他们的意见呢、啊？他们的意见就是要列才会跟我陈情嘛。
跟你澄清，啊、所以 你转达了，可是你没有必要要我在一秒钟就顺着你的澄清，因为我要考验你的决心嘛。我愿意，那我现在已经检验出来了，原住民朋友的意见，我检验出来了，你第一个一推。然后被我骂了以后说好，我争取原住民意见。你骂的冤枉吗？那我再给你下台阶，好，你骂去征询意见啊、哦，希望你能够列入、嗯。那你知不知道台湾的原住民人口总共有多少？人口是吧？对，我知道三十几万呢、啊。三十几万吗？是。对不起哈，一直到2009年12月为主，是504,531。这是选民呢、啊？你刚才告诉我说选民、啊。原住民的人口啊。因为我们统计是。原住民的人口啊，哦、人口是不是？那选民也绝对不是你说的30万了。三十几万的选民嘛，大家拢无袂讲嘛，免啦，免啦，你好，知那你知不知道海外的台湾人总数有多少？海外的台湾人，对，海外台湾人的总数。真实的数字我不知道。海外台侨的总数177,825,000，谢谢你指教。那美国的台湾人有多少？是。美国的台湾人有多少？在美国的台侨人数是多少？你有精细的数字就直接指教就好。所以你都不知道哈，87万多。87万多，对，是，但是美国上一次的人口普查哪一年？也是2000年，你知道吗？在美国的台侨有877,000多人，可是呢，美国2000年的人口普查，台湾 NIS 只有多少人？您这里有秀出来了？只有14万，对，4795人、嗯。院长，你知不知道这件衣服？这件衣服是什么？院长，你知不知道？2010的人口普查，对不对？Taiwanese Americans， 台裔美人，台美人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院长，本席告诉你，在台湾，在美国的台侨总数应该是有50几万人，至少有50几万人，在十年前。他们在美国人口普查的时候是登录自己用手写登录上去的，因为没有得勾选，手写登录上去是台湾 NIS， 可是最后美国各州的政府承认跟不承认的步调不一，最后把他们列入的只有14万多人，就是这个数字被承认。这个数字的重要性是涉及美国高达多少钱？高达4000亿美元的资源分配。这4000亿美元攸关政府对民间的跟民间企业对社区服务对少数族裔的扶助对弱势社群跟公共设施的投资回馈跟国会席次跟选区划分的科学依据，4000亿美元的资源要怎么分配，就根据这个少数族裔他们的分类来的。院长，现在在台湾，在美国的台湾人，他们非常的期待政府外交单位跟国际宣传单位能协助他们，今天新闻局局长不在，希望能协助他们在最后2个礼拜的时候能够协助他们呼吁这些台裔美人在勾选的项目里面勾亚洲，然后填上台湾 NIS。 院长，你支不支持这个？对我们民众有利的事，对，我当然支持啊，支持，对不对？因为如果让你来填，在美国是一个多族裔的国家嘛，你会怎么填？是啊，他对少数族裔，他非常的鼓励哦，黎巴啦、墨西哥或者亚裔、印度啊、巴基斯坦啊，还有一些社会制度的照顾，他都让他们勾选哦，日本、韩国、越南都让他们勾选哦。是，那即使不勾选，要他们在亚洲的其他族裔里面，印度人呐、啊、巴基斯坦人呐、啊、哈萨克族人呐、啊、等等，也都举例哦，唯独台湾历史没有被举例，台湾历史没有被列入勾选的项目。院长，你要不要最后2个礼拜接受他们的陈情，希望我们的外交单位跟我们新闻局的国际宣传单位来协助这些台裔美人在最后2个礼拜赶快去填自己是亚洲的台湾裔？这我们愿意考虑做，因为叫你自己来选。日本现在对侨民也是用台湾来形容啊。你知不知道过去、知不知道过去的人口普查，台裔美人有将近30万人是勾选 Chinese？ 院长知不知道？因为 Chinese 是在那里可以勾选的，台湾 NIS 是你自己必须填写上去的。院长，那如果叫你来勾，你会勾哪一个？你要我来勾？
对呀、啊。这是假设性的问题，我都不必勾、啊、你就不回答嘛。现在我不必去勾。我也知道你会这样回答。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住在台湾，啊、是成我台湾人，我也 OK。啊、然后呢？我的国籍中华民国啊，所以叫你中国人也 OK， 你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是不是？我你是台湾人，我只给你形容，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我现在住在台湾，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你会填 Chinese 吗？你不会填台湾 ese， 你不会填台湾 ese， 对不对？现在没有人要我填这种。对呀、啊，有我在这里要问你啊。那这个是假设。啊、所以国会议员问你，你也不回答。我已经叙述很清楚的。好，那今天假设是我问你，我 OK 的，我不要你填。我本来就是、啊，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你称我台湾人都很好。好。嗯，对。你说你是漳州人哎，你到中国去就说你是漳州人，然后在这里我从未讲我是漳州人。哎，可是新闻很大哎。那个新闻不是这样写，如果这样写他写错，我只能讲说。我的祖先，我的祖先，你说我是漳州人，从福建漳州迁台湾，太太是泉州人，女婿是福州人。我说的就是正确的。这个中国的报纸，因为这是我一贯的说，那你要专看中国的报纸，我没有话讲啊。哦，所以中国的报纸您没有去更正。那你要每一项都更正，那你需要更正的不也很多吗？所以你在这里公开说你没有讲，还有照片嘞。我的确没有这样讲。照片灯好大，中评社，你在这里指控我。从未讲过我是漳州人。中评社假新闻。从未讲过。对，他说无端说。我的祖先，对我的祖先来自漳州。用引号 quote。那吴敦义说他用什么号都一样。我是漳州人，太太是泉州人，媳妇是福州人。哦，你在那里讲得好大声。然后在这里说叫你多选台湾人，你还在那边。你刚才引述的不正确。有些犹豫，不正确啊！中评社做了错误的新闻。对的确是错误。今天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院长在这里说，的确是错误。好，既然你说错，为什么本席要问这个？因为认同永远搞不定，你们的团队认同永远搞不定。我们搞得很定、啊。所以苏琪一下台，赶快就要到中国去朝贡，我们要去朝拜。他跟朝拜有什么关系？啊，我不知道他要去做什么。那你说他跟什么事有关系？他如果前面他到中国去要做什么？他去博鳌论坛。他前面在博鳌。院长，你知不知道？为台湾人发声、啊。好 ，OK， 台湾人代表哪一国？在博鳌论坛。代表中华民国、啊。错了，博鳌论坛中华民国根本不是会员。院长，你搞的欧良谁的吧？那存在就是力量嘛。存在什么？存在哪里？那如果照你这样讲，你存在中国底下就不是力量。存在中国底下也是力量吗？不，如果照你这么说，我们不能参加奥运哦，不能参加 WHA，、啊、那你应该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欧良谁的吧？WHA 这个欧良谁都有什么关系 ？WHA 本席是很反对的，因为你没有2005的这个备忘录，是矮化在台湾在中国的下面。博鳌论坛去也是矮化在中国的下面，因为博鳌论坛里面的会员国没有中华民国，所以去博鳌论坛绝对是代表中国的代表团，是民间人士。对不起，院长苏琪不应该去。他替台湾国安会的秘书长哎，才下台不到两个月哎，到博鳌论坛去朝拜中国为上国，因为只要他去参加博鳌论坛的身份，绝对是中国代表团之下的民间人员呢。那你还要让他去？你签了没？跟你叙述的不一样。院长，你签了没？这个是铁的事实啦。博鳌论坛，中华民国不是会员国。奥运 Chinese Taipei 跟中国一样是平等的会员啦。你不要在这里给我类比，这是错误的类比，认错好不好？不错，我没有错误。啊，就是错误啊。我没有错误。好，那你承诺舒淇这一次去，他会以平等的会员国的代表的身份去，你承诺吗？你刚刚讲奥运嘛，他是以奥运是平等的会员哦，跟中国是平等的会员哦。你说要称中华民国，你才可以去。WHA 也不是用中华民国啊。称呼没关系，好，称呼没关系，去博鳌论坛称呼没关系，地位就好了，以会员国代表团。来，你不必用文字来设障啊！我只希望他能为台湾人发声，争取中华民国台湾的利益。对不起，对不起，为台湾人发声是在中国代表团底下去为台湾人发声啦。说起是这样啦，每一次你们的政府跟中国积极在密商的时候，本席非常无奈，就会接到美国伸喉咙来的双重国籍的检举。这一次又来了。这个人是谁？看一下 ，Justin Huang。每一次
上一次本席非常无奈接获检举处理袁建生的案，本席告诉你袁建生的最后的结论还没有回报外交部，本席昨天晚上最后还去查，还没有回报外交部。美国政府重新 review 的结果，袁建生到现在还没有回报，到底他的永久居留权消失了没有，还到现在还没有回报外交部。然后呢，去年四月份当你们为了 WHA 的问题跟中国在那里密商的时候，袁建生的事情、黄少雄的事情还有苏琪的居留权还没有消失的事情就检举到我这里来。今天不知道你们又在密商什么，只看到苏琪又要去参加博鳌论坛，然后检举又来了黄少廷、黄建廷，对不起，这次是黄建廷，你们的什么前立委，你们现在的台东县长，他在1988年3月15号因为依亲取得绿卡，六年期满，1994年2月15号宣誓规划为美国人，他的第一本护照用过第一次以后就去登记说他遗失，从此以后他历经第五届立委、第六届立委跟第七届立委，他都具有美国的国籍身份，也就是都违反我们的选罢法跟国籍法，一直到2008年4月7日他去 AIT 申请观光签证的时候，在 AIT 的表格里面记住栏里面说我因为担任公职要放弃美国公民，但是写了这个以后没有去办，一直到现在他美国公民的双重国籍的身份都还在。我非常的无奈，接到这些检举真的是心里真的是百味杂陈，怎么会认同永远搞不定，怎么会双重国籍永远抓不完。本席每一次接到检举我都希望这一次错的，这一次是错的，我多么希望他错一次，偏偏到现在百分之百只要去证明都是对的，去查这严重不严重？我愿意查，你既然提供了资料我愿意查。你说你看到这些检举案你都很难过，我每一次看到有贪渎舞弊案我也非常难过的。所以嘛，你又来了吗？当然。你以功代守嘛，你又抹黑去掩饰你没有抹黑任何人啊，你都这样嘛。我不必。本席哪里贪渎？你就是开始抹黑嘛。本席哪里贪渎？这是具体是哪里是？你说你每一次看到这种都会非常难过，那我同样会难过啊。其实我也难过啊，每次看到贪污舞弊案我都非常难过，就这样子啊。其实印度你真正做老公为啦，但是你要知道你若真正老公为，你说的为被谁相信你，你的信赖感会因为你每一次的发言而上升。我每一次讲的都是真心的，可是你每一次讲的你的表情下去我都是非常真诚，我就从你的表情看到你很不真诚。是，我也同样看到你的表情啊。哦，我的表情是很急切啊。是啊，你的表情是用什么？我的表情很急切哦。我只是跟你一样真诚啊。真的是很急切哦。嗯、没有哎，我每次看到你的表情，我看到的都不是真诚。没关系啦，咱修眉不好为啦，印地有重点是。我不能跟你修眉嘛，我是跟你讲。重点是因为你有感而发，我也同样有感而发。啊，你都要以功代守回避问题吗？我们要选的行政院长不是这样吗？关伟，我已经同意要查。彻查好不好？我同意的。非常非常的严重。同意的。但是本席重点不在这里。本席的重点在于说我们的国家怎么了，一个政府是双手热烈的要去拥抱中国，然后呢美国呢在背后有那么多深喉咙的案件一个又一个来在牵制你们，本席夹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我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法治的威信，所有的检举我必须处理，可是院长把它放在心上，全台湾人民不愿意看到说我们的国家在你们的手中沦落为一个别人的棋子，喉咙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人家都掐着你们的喉咙在做事，中国就一直推啊，你们只能够在背后被他推着跑啊。你来看看中国的学历问题，我还没跟你讲呢，你们这个团队除了这种双重国籍，刚刚我还忘了你要彻查失职人员，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人口普查本来已经非常明确的确定要把台湾 NIS 列入勾选的名单，这个事情呢是美国的人口普查商务部人口普查的官员
去拜访我们西雅图办事处之后，我们西雅图办事处的处长立刻在网站上发布这个好消息，说今年的普查台湾 NEES 会首度历史上首度被列入勾选。这是西雅图办事处在得到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的官员来告知以后，立刻发布在西雅图的办事处的网站，官方网站上，不是新闻哦。一个月以后，我们的美国代表处也在美国代表处驻美代表处的官方网站上面用英文再度发布这个好消息。这是在去年三月到四月之间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去年三月去年四月的时候，美国政府非常的确定在这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会把台湾 NEES 放进去，可是就在你们这种驻美的代表的团队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怎么搞的，会把到嘴的鸭肉又搞掉了。彻查好不好？本席要求外交部给我一个报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官网哎，官方的网页已经报告这个好消息出去了，还宣称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哎，结果最后没有了。给我一个报告，我愿请，我请有失职的人员查明什么原因，有失职的人员彻查。谢谢部长。遇到中国就软了啦，一定是中国在背后发了，在背后生气了，结果最后就妥协了，又没有了。给我一个报告，你们的教育政策也是中国的。我会请外交部哈、查明他的原因，会向您报告的。谢谢院长。是，我在报上看到有关于开放中国的学生来台承认中国学历的事情，要进赴二读，这个会籍一定要闯关，对不对？目前还在委员会。还在委员会吗？你们准备要这个会籍一定闯关，对不对？因为学校有很多的压力啊，对吗？希望说确定了是不是？让两岸的交流、学术交流能够尽快回到正常。所以确定了是不是？我们挡了一年半，挡不住了是不是？两岸的交流并不是坏事了，可以对国内的学术界有对吗？所以他等于间接的承认了、院长间接承认了嘛？哈，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中国幕后的黑手是什么，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乱象啊，承认中国的乱象很多，本席都揭发过了啦。我教育部曾经两次违法，把施行细则都先公告。这其中呢，有一次还假造说我们的母法已经通过的资料，抓到了以后说是误植啦，是错误啦，错误也要惩处嘛，打一下平等好不好？院长，这个部长今年打平等好了，好不好？连这种事都会错误行政院的网站，你的网站哦，你的网站哦，是公告行政命令哦，然后母法没有过哈。年月日明明白白写说母法几年几月几日过了是空白哦，公告出来是有年月日的哦，这伪造文书哦，然后他说对不起不是伪造是弄错了，弄错了给他打平等可不可以？你总也要3%吧，你不止3%。我让吴部长去查明哈、是怎么样子犯了。我很担心你的3%，我们只有5个院长，如果院长也要3%，然后又强迫进位嘛，对不对？531.5嘛，0.15个，每一年要淘汰0.15个院长，那不用四舍五入，用强迫进位，所以5个院长哈，每一年要换一个。谢谢你的指教，院长，你没有替你的公务员讲话了。历史上行政院跟考试院之争都是行政院赢，我只告诉你这一点，回去好好网络上把历史。我会讲公道话，而且已经讲公道话。只讲公道话啊，没有看到你的决心。你告诉我说我不在，你告诉大家说你不再发表意见了，院长，我听到了。我听到了，你那天讲完的时候你有说你从此不再发表意见了，对，人家就看得出来。我的全文是这样说的哈，给顾的威胁了。我在总统院在立法院我都表达了我该表达的意见，通令下去，我不必随便每天去找他。你的国会联络人，你的总联络人，你的秘书长林宗森很优秀嘛，高雄市政府跟着你嘛，叫他去贯彻你的意志，在立法院里面就把他翻案掉，做不做得到啊？我谢谢您这个指教啊！啊，又回避了，公务员抓了一蛋。好，这原件一定公给，来看。
看一下乱象，好，这是一个乱象。另外一个乱象呢，也是本席在十月份的时候揭发的，也就是呢，我们都还没有承认学分哦，结果交换学生就去了，私立大学去了很多，好，就去了，去了以后修了学分，得到成绩回来以后呢，由本地的大学的老师昧着良心给他打一个分数，所以从整个成绩作业看不出他这个成绩是在中国大陆修的课，就移花接木伪造文书给他打一个分数以后变成是他的合法学分，这个本席也揭发过，这也是一个乱象。这很简单嘛，政府都会偷跑了，当然民间就跟着偷跑。你知不知道整个陆生来台中国在幕后的黑手做了多少？国务院在他们所发表的福建，也就是要积极的辅导福建，支持福建加速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若干预卷里面第31点，国务院在5月6号的时候先发表这一个要点，这个要点里面叫福建呢用海峡海西经济特区的这个平台积极的先行先试去促进两岸合作办学。然后接下来7月12号的时候，我们的吕副当时的吕次长，教育部的吕次长跑去中国跟他们参加第5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提出共同意见的时候，也把两岸一定要赶快建立教育交流与合作当作是未来重要发展的大政方针。7月14号北京大学的校长也去拜访台大的时候要说双联学位，院长他们在推的双联学位很恐怖哦，他们推的双联学位是我在北大读一年来台大读一读，然后到时候毕业了还可以提前毕业，缩短修业年限，毕业了以后两边的学历都拿得到，读一遍大学可以两张比较正式，在中国这样一直杀哦，一直杀的结果哦，院长本席告诉你，福建省基于国务院这个最高指导原则，他们在2008年10月份开始积极的处理，那么2009年9月的时候就挑选了200名大学与高职生来台湾的大学读书，那么再度今年农历过后，农历年过后又派了144名学生来台12所大专院校就读，这9月份这去年9月的200名跟今年农历年的144名是国务院指导之下福建省政府公开遴选指派，每人一年补助5000万人民币，挟着最高政策指导方针来的学生，这幕后是有黑手的哦，他们是透过国务院所发布的最高指导纲领，由海西特区作为一个平台，积极的在介入陆生来台的事宜。院长，这种事情他们追着我们跑的时候，我们就让人家牵着鼻子走。不会，谢谢关委员。啊，就是会嘛。两岸的学生交流哈，刚刚已经说要闯关了嘛。多少年已经进行了，但是我们一定把握住基本的原则。就是要确保我们对等尊严，然后确保以台湾为主，去跟中国谈对人民有利的原则，去跟原则会主委你也上来，去跟中国谈两个事情都去谈。第一个事情，民进党挡不住你们陆生来台，如果真的过了，原则会主委出来好不好，一起来，主席对不起，去谈，好，去谈，如果真的让你们过了，本席希望你们拿出良心，一定先谈完再过，谈两件事情。第一个，不能够像现在这样用幕后黑手去操纵来台的陆生，要求他们承诺两岸教育合作协定列入江城会，要求他们承诺不能够用幕后黑手去介入来台的陆生。第二个，要求不能够用千方百计的方法要慈禧台湾的学生，做不做得到？去谈列入江城会，这个没问题。另外这个议题列入江城会，本席今天报纸有登，昨天质询的，一个沙尘暴，一个沙尘暴，台湾全部变成有害，空气全部变成有害，两岸的气候联动是这样。你看看中国的核能电厂是怎么部署的，沙尘暴从这里来，台湾全国都跑不掉，
任何一座核电厂只要发生了安全的问题，台湾也是死定了。院长，江城会列入议题，两岸原子能合作协定纳入江城会，交换核安情报，赶快去做。江城会开始谈之前，本席就认为最优先要谈的第一件事情，你知不知道沿海台湾的隔壁沿海部署了目前11个厂，另外呢正在新建的有8个厂，要扩厂的有4个机组，好可怕啊，把我们团团围住啊！只要春季的封面一到，任何一点闪失，我们就像沙尘暴一样笼罩在原子层里面了。要不要去谈两个议题？要不要列入江城？我也打算。